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滕文公章句下。彭庚问曰：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，不以太乎？彭庚问曰：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，不以太乎？孟子曰：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授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太，子以为太乎？孟子曰：非其道，则一箪食不可授于人；如其道，则舜受尧之天下，不以为太，子以为太乎？曰：否，事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曰：否，事无事而食，不可也。曰：子不通工易事，以献补不足，则农有余粟，女有余布。曰：子不通工易事，以献补不足，则农有余粟，女有余布。子如通之，则子将论语，皆得食于子。子如通之，则子将论语，皆得食于子。于此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。于子有人焉，入则孝，出则悌。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。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而不得食于子。子何尊子将论语而轻为仁义者哉？子何尊子将论语而轻为仁义者哉？曰：子将论语，其志将以求实也。曰：子将论语，其志将以求实也。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实于。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实于。曰：子何以其志为哉？曰：子何以其志为哉？其有功于子，可祀而祀之矣。
其有功于子，可四而四之矣。且子四志乎？四功乎？曰：四志。且子四志乎？四功乎？曰：四志。曰：有人于此，回瓦化慢。曰：有人于此，回瓦化慢。其志将以求实也，则子四之乎？其志将以求实也，则子四之乎？曰：否。曰：然则子非四志也，四功也。曰：否。曰：然则子非四志也，四功也。戴寅之曰：十一，去官室之争，今兹未能。戴寅之曰：十一，去官室之争，今兹未能。请亲之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，何如？请亲之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，何如？孟子曰：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饥者，或告之曰：是非君子之道。孟子曰：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饥者，或告之曰：是非君子之道。曰：请损之，月攘一饥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曰：请损之，月攘一饥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如知其非义，思素已矣，何待来年？如知其非义，思素已矣，何待来年？离楼章句上。孟子曰：离楼之名，公叔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孟子曰：离楼之名，公叔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。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人心人文，而民不备其责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今有人心人文，而民不备其责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诗云：不迁不忘，率由旧章。
诗云：“不迁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”尊先王之法而过者，谓之有也。尊先王之法而过者，谓之有也。圣人季节木立焉，季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生用也。圣人季节木立焉，季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生用也。季节耳立焉，季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生用也。季节耳立焉，季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生用也。季节心思焉，季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人负天下矣。季节心思焉，季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人负天下矣。故曰：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。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治乎？故曰：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。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治乎？是以为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是以为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道魁也，下无法守也。朝不信道，公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行，国之所存者信也。上无道魁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公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行，国之所存者信也。故曰：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。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故曰：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。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心，丧无日矣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心，丧无日矣。诗曰：天之方贵，吾然异义，异义犹踏踏也。诗曰：天之方贵，吾然异义，异义犹踏踏也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先王之道者，犹踏踏也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先王之道者，犹踏踏也。故曰：泽难于君，谓之公；臣善避邪，谓之敬；无君不能，谓之贼。故曰：泽难于君，谓之公；臣善避邪，谓之敬；
无君不能谓之贼。离娄章句上。孟子曰：爱人不亲，反其人；智人不智，反其智；礼人不达，反其敬。孟子曰：爱人不亲，反其人；智人不智，反其智；礼人不达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诗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诗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孟子曰：人有恒言，皆曰天下国家。孟子曰：人有恒言，皆曰天下国家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孟子曰：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，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。孟子曰：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，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。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。无身不能居人游艺，谓之自弃也。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。无身不能居人游艺，谓之自弃也。人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人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况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游，哀哉！况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游，哀哉。孟子曰：道在耳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孟子曰：道在耳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孟子曰：居下位而不惑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